呢，我们有个小小的约定，就是我希望等一下呢，他们进场的时候，麻烦各位一定要把这个祝福呢化作掌声，好不好？让他们这个祝福越大声呢，也代表各位的那个掌声越大声，也代表各位的祝福也就越大，让他们呢今天都可以这样幸福满满，祝福满满的哈，让他们感受到大家带来这些满满的爱。好，那在他们进场之前呢，我要先播放一个这个非常特别的影片给大家观看哦。那就邀请在座的各位贵宾呢，可以把目光投射到我们前方以及两旁的这个投影幕上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的呢，是我们佑仁还有嘉怡两个人的成长交往影片。You're insecure.